下面呢，咱就进入到今天。今天呢，咱们主要给大家讲解的知识点呢，叫做进程。直白的讲，是实现多任务的另外一套方案。进程。首先说第一个词语，什么东西叫做进程？咱们大家呢，原来在去我打开我的 XP 啊，打开我的 XP。原来咱们大家在用 Windows 的时候呢，应该大家要有一点啊，你应该了解，就是说你在去右击任务栏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进程了吧？也就是说。我看着啊，我先把飞 Q 退了，我先把飞 Q 退出来，我先把飞 Q 退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去找的飞 Q 啊，打个比方啊，我把这哥们往那拖，我找了飞 Q， 找了飞 Q 在这儿了，看不着，双击。你看啊，这里边本来就在下，一共就在下，没有飞 Q 啊，这里边百分之百没有飞 Q， 我双击。好了，你再过去看，这个地方大家看，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飞 Q 的这样一个点 ESE 啊？什么意思呢？注意听，飞 Q 这个东西。是在你的硬盘上的某个路径下的一个二进制文件，能理解我想说什么了？ ESE 就是个二进制文件，什么是二进制呢？操作系统可以直接执行的二进制01010一，有序的001，这就是二进制的代码，这就是一个 ESE 程序。我双击程序的时候，大家没发现，确实 FQ 已经跑起来了，这个没错。但是呢，操作系统去管理它，去认为它的时候呢，反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它的英文名字，这个没关系。关键点是在上面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它的名字呢不叫程序，而是叫进程。这就牵了个问题，它为什么要叫进程？同学们呢，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了，注意听了。所谓的程序，就是一个硬盘上的一个 U 盘上的一个 ESE， 这么说理解吧？就是我昨天写的那个代码，把它运行之前的时候，我肯定是有个过程把它整成二进制。那么那个二进制的东西，你就可以认为是个程序。程序是一个静态的，是一个死的，啥意思啊？我昨天不是给你的代码吗？那个代码你就可以认为是个死的，你听懂了吧？它不会活。你 Ctrl C，Ctrl V， 那不就暂停复制了吗？那么什么东西叫做进程呢？你双击一个程序，或者说你通过特殊的方式你运行了一个程序，那么这个程序在没运行之前叫程序，运行起来之后就叫进程。那么进程和程序难道就是一个运行不运行吗？你通俗的理解就是这样的，不运行的那个叫程序，运行起来那个叫进程，这么说理解了吧？那么他们俩还有什么一个特点呢？我如果要是再去双击，同学们看着，我咱们打开另外一个程序啊，打开这个王铁之手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程序，看到我这儿，来双击，我是不是已经运行起来了一个？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进程。来，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叫 mnet assist， 是不是多了个这个东西啊？好了，我再双击，来，我再双击，请问现在是不是有两个了吧？走走，看，来按照名字来，按照名字来排序，名字那个叫在这儿，再看是不是有两个？我再双击，你看有几个了？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三个了吧？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？哦，原来一个程序就是一份那个代码在硬盘上存着的那个，你只要想方设法你把它运行起来，那么这个咱们就称之为进程。那么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程序只有一个，但是你可以有多个进程，这个没错吧？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相当于这个好比是那个，打个比方，这个是那个菜谱，菜谱意味着啥意思啊？啊，菜谱，比方说你接下来要做个红烧肉是吧？哎，红烧肉，你接下来你应该去买什么样的五花肉，然后接下来等等啊，什么要放一些糖呀，放一些什么东西的。那么这是菜谱，这是一个静态一个死的，你不去做你就吃不了，是个道理吧？你我买了很好的菜谱，我不去做我肯定吃不了呀。OK， 我只要想做，请问我是不是拿了这个菜谱去做事情了吧？他说了，先把肉洗了啊，我把肉洗了。他说了，你接下来把肉切成方块，切成多大的，我把肉切了。请问我是不是就是在一个运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东西了吧？那么程序就是死的，运营起来的就称之为进程，能理解我意思吗？而且同学们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程序对应于多个进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同一份菜谱你可以看得多，我也可以看得多，我同桌也可以看得多，没问题吧？所以说呢，程序的只有一个的时候呢，你双击多次，你一般来说可以开多个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电脑上可以多开 QQ。 请问你的电脑上是不是可以多开 QQ？也就是说你的 QQ 是不是只有一份这个程序啊？但是你只要双击的话，是不是运行了多个进程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信息呢就都在这个进程里面放。核心点同吧，进程和程序简单的区分就是根据你运行还是不运行的区分，但是真正的大区别不是这一点，这个谁不知道？那么什么是大区别呢？我要问大家个问题，程序在运行的时候，咱们说它是进程啊，假如说我就说进程了，
进程在运行的期间，请问是否可以用到了网络功能？是否有可能用到了摄像头？可以吧？对吧？这些都是资源了吧？那么我要问你，那个程序用了吗？我从网上当了个 QQ， 我在没有双击的时候，它能调我的摄像头吗？它是调不动的。但是只要我双击起来，运行起来，操作系统再去调度它，让它去执行的这个期间，是不是它想用摄像头就用摄像头？是不是它想用键盘就键盘？它想用光标，是不是就用光标了吧？所以说，进程的一个大的区别和程序是，进程是一个拥有资源的这样一个地方。比方说你拥有了内存、网卡、显卡以及其他的什么鼠标呀、光标呀、键盘呀，以及这些信息，这么说理解了吧？简而言之，这一坨东西是死的，运行起来之后才会变成真正的你调用的网络程序，你调用的摄像头，你调用的键盘，你调用的蓝牙，你调用的这个声卡，全部调用起来，即进程还是一个资源分配的单位。能理解我意思吗？只要我右击把它结束了，那么这个程序也就意味着死了，就是这个进程都死了啊，它所用的这个资源就没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给大家说的第一点，什么是进程？在你脑海里边，你应该把握出哪些词语呢？程序是没有运行的，运行起来就叫进程。那它俩有什么区别呢？程序在没运行的时候，它没有资源，比方说它没有显卡，它没有网卡，它没有什么什么东西。只要双击运行起来之后，它就有内存，它就有网络摄像头，它就有键盘，它就有鼠标，有这些资源。这么说理解了吧？啊，它就可以让操作系统去调度。这就是进程。好了，同学们，2分钟理解一下我刚刚所说的进程和程序的区别，开始啊。